对应店面位置，乐波姆拉嘎就给店取名为 A 佛摩萨。古城茶餐室选择多样化，有煮炒，有套餐，有炒饭，有炒饭。招牌必点经典菜咖喱海鲜，使用独家秘方泡制，浓郁无比，你一定要试一试。这么够味的咖喱拿来配饭，胃口大的肯定能吃多两碗饭。油炸鸡排外脆内嫩，西北 juicy， 淋上泰式酱料，让你胃口大振。接下来这一道可以说是煮炒界经典中的经典，大人小孩都爱的咕噜肉。口味口感呢，我就不啰嗦讲那么多。如果要来点不一样，还有咸蛋虾菇和干片烧冻。真材实料，用咸蛋下去炒，咸蛋虾菇咸香中会带一点甜，比较重口味的干片烧冻会有一点点辣，但是绝对不会呛，拿来送饭就是赞。还有淋上热鱼的干煎鱼片和马来风光都是拿手菜，马来风光的散白是重点，这里的够辣够香，不会太过咸。除了有煮炒以外，他们依然还有卖炒饭，任何炒面炒饭都炒到火候十足，看到我都忍不住。你的午餐晚餐不懂要去哪里，直接过来槟城本的 A 佛摩萨就对了啦。